说到鞠婧祎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吧？她简直可以用逆袭这个词语来形容。从最初普普通通的女孩，到现在楚楚动人的邻家小公主，不管是妆容、衣品、发型等方面，都下了不少心思了呢。鞠婧祎有着四千年美女的称号，虽然出道至今，关于鞠婧祎的争议不断，喜欢她的人很吃她的盐，是真的爱死她了；讨厌她的人呢，黑起她也是刀刀致命的。整容、半永久妆、谎报身高、发量多，那笨蛋精。 至美人人设，胃口小人设。 鞠婧祎黑料多的可以绕地球一圈，但这些黑料呢并没有妨碍她走红。毕竟现如今娱乐圈立人设已经司空见惯了，真的算不上什么事儿。而且你也不得不承认，她妩媚起来真的是性感撩人。一直以来，鞠婧祎就被网友认为过度营销自身的形象。纵观鞠婧祎的微博，除了自拍照还是自拍照，不管是九宫格还是后来推出的十八宫格，鞠婧祎都有发过。网友们呢都表示，鞠婧祎是把微博当做朋友圈在发。 了。而她的每一张自拍照也确实都能够让人惊艳不已。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，鞠婧祎面带精致妆容，在刷牙时遭到了杨迪的质疑：“你这不是素颜吧？”鞠婧祎的颜值一向是被争议最多的地方。有网友呢曾经扒出过鞠婧祎尚未成功出道时候的照片，看上去土里土气的，和现在的精致漂亮完全不同。因而呢，整容一向都是外界对于鞠婧祎最大的揣测。 对此呢，鞠婧祎为了立正自己的容颜，还晒出了妈妈的照片，但所想的效果寥寥无几。作为音乐学院毕业的鞠婧祎，无论是唱歌还是跳舞，业务能力呀、啊、都是不错的。都说往事不堪回首，现在的唱跳女神鞠婧祎也有最想删除的视频，那就是当初给鸟叔伴舞的时候，为了抢镜，腰啊扭得没法看。 鞠婧祎当初呢，也不会想到这段舞姿究竟会有多么的吸引人，现在也是叫人难以忘怀。除了唱跳，鞠婧祎凭借自己的颜值和努力，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，而之后呢，也在公司的安排下接到了更好的资源，出演了许多影视作品。可能因为没有经过专业学习，鞠婧祎在演技上会有所欠缺，也可以理解。 那经纪公司为了利益，可能存在着赶鸭子上架。所谓人红是非多嘛，鞠婧祎的演技也自然而然的成为了观众们吐槽的点。但是鞠婧祎呢，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演艺事业。面对众多吐槽声，她反而是越挫越勇，演技呢也是不断的在提升。正所谓黑到深处见爱，到如今鞠婧祎的颜粉和剧粉路人粉逐渐呈现了增长趋势。 那当大家都在说他的业务能力的时候，他的唱跳舞台基本是没有拉垮的。 舞台台风稳定，每一个角度和眼神都恰到好处。从一个最开始的普通女生，走到今天的当红女艺人，这份努力不放弃的精神就很让人敬佩。面对群嘲时，她依旧表现的淡定自律，不放弃。她相信自己可以做的最好，结果就是最好的答案。所以等到潮水退去，才会看清敬业为舞台的付出。她为了每一次亮相都认真的准备。娱乐圈是一个不会辜负努力拼搏的人的地方。 只要坚持和努力下去，谣言散去，那观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。你们喜欢鞠婧祎吗？